这又看到一点水了。这是四条龙蛰。还睡了，请告诉我怎么看，我都不知道往哪里走出去了，我要出去了，这个公园太大了，下一次没有那么大太阳再来逛吧，反正离这里挺近的。真的像他们骑个自行车还好，我要回去了。说我迷路了吗？这样，我真的迷路了，怎么办？问你告诉我怎么看，北侧龙脊会北侧，这个湖，哦不对，这个湖，对，我们走这边。我应该走这里是走对的，要不然走不对我也不知道怎么走了，反正很累很累很热，主要是怎么又摆了，这坏了吗？我的云台我知道我走到哪里了，不对呀，
我转了一圈又回到这里来了吧？有点坑呢。哦，看到了成段路，应该快到了。这里好多人。我只进来逛了一下，我都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。就是个坑。哇靠，那里还有人来搭帐篷的。我都不知道。